在看完刚刚那个片段之后啊，大家应该很难想象，画面真的是由小白所拍出来的。那影片在丢到社团上面以后，也引发一些大家对于可能拍摄方式的讨论。那个卡真的就是直接非没有任又做任何特效，就是直接这样子弄出来而已。那我们啊，如何在镜头仰角的时候啊，不拍到脚？其实大概就几种方式，一个呢就是后退倒飞，那这没什么特别，大家一看画面就知道你是倒飞啊，所以镜头仰角不会拍到脚。然后再来就是利用影片倒转的方式，那这个话会有一些限制，你必须要地面上一些可辨识的东西，像车子啊、行人啊都不能出现，否则那一看就穿帮了。但是刚刚那个画面啊，并不是倒转的，从底下车子可以确认画面不是倒转所拍摄，但是飞机又在前进，那在前进的状态下，我把镜头扬起来的时候，却没拍到脚，那这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有一些人也想到了，是影片、照片啊，都脱离不了"骗"这个字啊。那我们要怎样去愚弄观众的眼睛啊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当镜头向下的时候啊，飞机是向前飞，那这时候会给观众带来说，我就是在前进，我正在前进。但是呢，当镜头渐渐扬起来的时候啊，这时候飞机要跟着减速，然后镜头持续仰的时候，飞机是向后飞的，就这么简单，过程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呢，简单归简单，时间点的拿捏非常的重要。第一个，场景有限制，必须要是大景，就像那种山区这种大景。如果你是在比较紧的，就是在旁边，假设你飞的比较低，又有建筑物的时候，这时候这种场景就不适合，因为当你后退的时候，大家就知道你在后退了。所以必须要是大景，然后再来就是时间点，镜头保持镜头扬起啊，然后再来你做刹车减速的时间点的拿捏。那通常我就是镜头扬起来到应该快到水平，你的画面快看到水平线的时候啊，就准备要减速了。那减速并不是急刹哦，急刹的话画面会顿，所以这也会造成不顺畅的现象。所以我们刹车的速度是缓慢的，是这样缓慢的刹车，然后再后退，是一个很顺畅的动作。那在摇杆。就摇杆速你就保持像很稳定的向后拉，它就会自动慢慢的减速，然后并后退，会以很稳定的速率。不过这个稳定的速率还是要靠自己的手去慢慢掌控啊。那所以快到画面抬起来，快到水平线的时候啊，我们这时候就准备要开始做减速的动作，然后但镜头要保持持续向上仰，不能中断，然后减速到过水平的时候，这时候飞机也差不多要慢下来，就到速度为零，然后就开始变后退了，变后退前进，然后镜头持续向上拉。那这时候后退你也不能急后退，反正就顺势慢慢速度加上去的后退，然后镜头往上拉，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不拍到脚，然后又让观众感觉你是在前进的画面。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侧录的画面。现在看到就是当时的飞行侧录档，有这个侧录档就可以证明这个镜头没有经过任何的影像后置处理，来达到拍摄无脚的画面。大概各位可以注意飞机的飞行速度，还有云台的俯仰角度，在经过水平线的时候，这两者必须要配合到天衣无缝，才会让
桨不会突然的出现，或者是让观众发现你是在倒退飞行。好，画面一开始，现在飞机开始向前进，那等镜头现在抬到快中间的时候，俯仰的速度跟飞机减速的速率必须要保持非常的均匀。等镜头抬起来超过中线以后，这时候飞机向后退，因为前方的景够远，所以呢观众不会看出其实飞机是正在后退的状况，观众还会认为飞机现在目前是持续保持在前进的状态。再来，这时候头继续往上抬到桨出现，好，已经穿帮了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个镜头了。像后面的输出啊，就可以随我们个人喜好去做调整。像我们可以在上下加上黑边，把画面变成21:9，然后或者再做一些颜色的调整。那整个画面拍出来以后，保证没有人可以看出来这是由小白飞出来的。OK， 现在点播放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成品的结果。